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？哦，听说过，听说过。最后是小乌龟赢了。因为小兔子睡着了。今天我们再来举办一场龟兔赛跑，到底谁能获胜呢？有请参赛选手入场。哇，欢迎！小朋友们，比赛开始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小乌龟和小兔子吧。需要准备好各种颜色的粘土和小工具。先把粘土捏成半圆形，当做小乌龟的龟壳，把它装点一下吧。把粘土搓成长条，用小工具切开，粘在龟壳的周围。我们来继续做龟壳上的斑点，把粘土搓成一个个小球，粘在龟壳上。接下来用小工具轻轻按压斑点，这样小乌龟的龟壳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把粘土分成五个小球，小乌龟的四肢和尾巴，要把粘土的一端捏细哦。接下来把小乌龟的四肢和尾巴粘到龟壳上。最后我们来捏小乌龟圆圆的脑袋，小工具按压出小乌龟的嘴巴，然后做小乌龟的眼睛，把粘土搓成两个小球，粘到脑袋上。再搓两个小球，这里一只可爱的小乌龟就做好了。下面我们来做小兔子，把粘土搓成小圆球。接下来我们来捏出小兔子的两个大耳朵，把粘土的一端搓细，再来做小兔子的耳窝。粘到两只大耳朵上，接下来我们来做小兔子的眼睛，把粘土搓成两个小球，粘到小兔子的脸上，再做两个小球。小兔子的眼睛看上去水汪汪的呢，再给小兔子加上粉嘟嘟的脸颊，是不是很可爱呢？下面给小兔子加上鼻子，画出嘴巴，小兔子的头就完成了。我们继续捏小兔子的身子，把粘土搓成正方形，和脑袋粘在一起。接着捏出小兔子的两只胳膊，粘到身子上。再用粘土捏出两条腿，粘到这里。
小兔子加上可爱的小尾巴。完成。Goodbye！ 快让小兔子和小乌龟去赛跑吧，看看谁会获胜呢？预备，跑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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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不好了，小乌龟摔倒了。小乌龟，我来帮你。谢谢你，小兔子。小乌龟，我们一起跑向终点吧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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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宣布，龟兔赛跑的第一名是小兔子和小乌龟。哇哇哇！太好了 ！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